这位呢，就是我们家室的新队长，年纪大了就该让让位，绝了。 网管工作经验吗？没有。会帮客人上机吗？不会。会检查网络运行吗？不会。会维护网络设备，升级杀毒软件，探测国安全信息。不会。那你到底会什么呀？会打荣耀。你被录用了。 君莫笑，是我。我是包子。想赢我，再过100年吧。我想把星级层复活，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。现战队，应该叫星星。我们的口号是包教包会，包心包住。新人才是荣耀的未来，任何时候都不要说放弃。 哎，指的克数是错的。这个4.36克的普通值配上我0.48的比心，产生的摩擦系数会影响我的演算速度。重新认识一下，叶秋，职业电竞手，申请担任星星战队的队长。你的比赛身份涉嫌造假，你被禁赛。我可能出局，但星星不会。 联赛已经没有叶秋这个人了，但家世和叶知秋仍然会称霸联赛。祝你好运，这还差不多，再来。 这么刺激啊！